여러분 안녕하세요. 따자호, 我是 Dan. 마마마마마무. Twin City 的妈妈母不会解散。 今天RBW娱乐对媒体表示，最近与妈妈母华莎续约成功，公司以后也会全力支援组合以及个人的活动。现在与成员续映也是深度的讨论中，妈妈母不会解散，希望大家能多多关心以及应援实力派组合妈妈母。 其实，在1月份 ，RBW 娱乐对媒体公布，目前只有苏拉姆别续约成功的时候，稍微是有一点点的小担心。但是现在华莎也续约了，所以过几天只要徐英再签名的话，妈妈母就能彻底的打破7年魔咒了。 当然，现在有部分网友们认为公司故意这样一直放消息，就是为了让还没有续约的成员们感到压力，逼他们续约。但是也有部分网友们表示 ，RBW 本来就是一个不会干活的公司，所以只是在做傻事，并没有恶意。不管怎么样，希望能早日听到徐英的好消息，也希望徐英4月份的 solo 回归。 下一个消息是男团 HASHA 决定解散了。今天所属公司对媒体表示， 2014年出道，很长时间都在一起的 HASHA 决定在2021年3月30号结束活动。虽然组合活动会结束，但是公司会支援各个成员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。希望成员们都能走花路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Brave Girls 的《Lonely》逆行成功后，现在在韩国很多网友们都开始寻找新的隐藏名曲，就是歌非常好听，但是没有受到很多关注的歌曲。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被低估的女团隐藏名曲。 大家最喜欢哪一首歌曲呢？